各位亲爱的家人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手语歌叫做《礼运大同篇》，而我们打的手语呢是简易的手语，非常简单，非常好学，就是为让大家能够快乐的学习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做这个分解动作。好，礼运大同篇。好，再打一次哦。礼运大同篇。好，第一句是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好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好，这句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好，第二句是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好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那这边比较困难，我来分解动作一下啊。这个选呢是这样子，挑选。贤呢是三只，放在太阳穴扁一只，叫贤。好，那就这两个字比较困难，我们再打一次啊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好，接下来是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好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好，这句比较困难，我们来分解一下哦。好，故人呢，我们自己看呢，我们自己打的时候是入，别人看的时候就会是人哦。好，所以我们是故人。好，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好，那子呢，记得是倒着写，这叫子。那另外一个子呢，是孩子的子，一样是左手握拳握空的，哈，是空的。然后我们的右手呢，是一个大拇指放在这个左手的握空的这边，伸下来，不，这是一个孩子的意思啊。好，所以这句呢比较困难，我们再来比一次啊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好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好，接下来是使劳有所终，壮有所用。好，劳，我们打劳，劳字呢，就是很多皱纹的意思，放在这个额头上，这是劳。终呢，左手掌心向右，右手比耶，然后横放，放着，这个叫中。好，中，所以是使劳有所中。好，壮有所用，来，双手掌心向下握拳，壮有所用啊，这是用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壮有所用。好，这句我们再分解再一次啊，使劳有所中，壮有所用。好，接下来是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好，幼有所长，很可爱的孩子，幼有所长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哦，幼有所长。好，鳏，男生，寡，女生啊，鳏寡孤独。好，废
吉则，皆有所样。好，再次哦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样。好，接下来是男有份，女有归。好，男有份，女有归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啊、哦。男有份，女有归。好，接下来是货物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好，货物我们很简单，货物其弃，好、哦、好，货物其弃于地也，就这两个动作而已。好，再一次啊、哦，货物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，好，这句我们再来一次啊、哦。货物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接下来是利物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好，利物其不出，好，这是出于身也。好，不必为己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哦。利物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好，接下来是是故谋闭而不兴。好，是故谋闭而不兴。好，再一次啊、哦，是故啊，两个圆圈，是故谋闭而不兴。好，接下来盗窃乱贼而不作。好，我们也是只有打两个字而已哦。好，盗，捂着嘴巴哦。盗窃，好，盗窃，乱贼而好，这是盗，这是窃。那我们只拿两个字，盗窃乱贼而不作。好，我们再打一次啊、哦，盗窃乱贼。而不做好，盗窃了，忘词了，没关系，我来看，偷看一下啊。好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避。好，故外户而不避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故外户而不避。好，最后一句，是谓大同。好，很棒。是呢，是鄙视，放在下巴上啊、哦。是谓大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简易的手语的分解。那接下来我们配上手语歌来一次啊、哦。